怎么跑这么急啊？我在等你啊。等我？嗯。是怕我不来吗？我是怕有些人突然就变成胆小鬼，然后临阵脱逃了。不过严先生，你可不能丢下我一个人自己逃走啊。你选的男人会这么没用吗？走吧。等一下，我带了礼物。严先生很懂礼节嘛。不过你也要等等。嗯，跟我来。你干什么？我上次不是把你的领带弄坏了吗？所以这一次给你买了个新的，我亲自给你挑的。我觉得颜色还有款式都特别衬你，而且店员小姐姐还说。说什么？她说如果女朋友给男朋友亲手戴一次领带的话，那她就会一生一世都在你的掌心里。你怎么总是相信这些？仙女座，领带。因为我爱你。我记得是这样子打的，我还专门看了视频学的，怎么不对了这？我教你。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你还记好了，所以你是我的了。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反复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。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再次我是你的了。相恋，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你还好吗？总在梦醒时候。